文件链接。这个文件链接啊，在 Linux 里面有两种链接，一种叫软连接，软链接啊，但这个软链接只是江湖中的叫法，名字叫符号链接，对吧？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在 Linux 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文件，比如 file， etc 下的 grab 2 点这个文件，它就是一个symbolic 然后 link 符号链接是吧，这就是一个符号链接，不能叫软连接啊，叫符号链接。那么什么叫符号连接呢？其实就相当于 Windows 的快捷方式，明白？比如说我们 Windows 上有一些文件夹，像这个文件夹，这是原文件是吧，我们点右键可以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而且这个快捷方式的名称呢可以改成其他名称吧。当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其实打开的就是目标文件。当快捷方式，一个文件当然可以做多个快捷方式，相当于软连接是吧。那么删除这个快捷方式呢并不会影响到文件本身，但如果删除原文件呢，文件本身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链接叫做符号链接。这种链接肯定没有意义不大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重点先讨论什么呢？我们先不讨论这个符号链接，我们先讨论硬连接。 OK， 这个就有点意思啊，这个是 Windows 所做不了的。这张图片可能大家应该有印象，下面是我们的 iNode 和 block 吧。iNode 编号是4，然后呢它对应的这个 block 呢，这个咱不用管，是它的实际的数据区域。大家注意看，有两个文件，哪两个文件？ etc 下的 file1 和什么 usr 下的 file1-h， 它俩的这两个文件的 iNode 编号是一样的，都是4。所以说你无论是访问 etc 下的 file1 还是访问什么USR 下的 file1-h 这个文件，都其实访问的是哪个文件？ iNode 4，看到了吗？所以这两个文件互为硬连接。你无论删除哪一个文件，硬连接是没有所谓的原文件和目标文件的，明白吗？你删除任何一个文件都没有任何影响。你看，如果说你删除了这个文件，是不是通过访问入 etc 下的 file1 一样可以达到这个4这个 iNode 的编号，能听懂吗？好，那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效果啊。好，我呢在 etc 下面呢创建一个文件，内容呢我们随便写一点，好吧，到 etc 下叫 file1， 是这意思吗？好，内容呢 etc 下的 file1， 请注意看这个文件，我们加一杠 i， 它的 iNode 编号是68375613，它的链接次数是一次，明白了吗？就相当于通过这个 iNode 啊，有一个文件，现在目前就一个文件指向了这个 iNode。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链接次数是几？对，然后我们做一个硬连接，将 etc 下的 file1 连到 usr 下的我们叫 file1-h， 名字当然可以改，好吧，是不是连呢？然后紧接着来观察一下两个文件， etc 下的 file1 和 usr 下的 file1-h， 它俩的 iNode 编号是一样的，这就是我图片上所画的两个文件的 iNode 编号都是4，是一样，链接次数变成了2，注意到了吗？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讲过，两个文件的 iNode 编号相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俩互为硬连接，对吧？一种是它俩是两个分区上恰好那个 iNode 编号一致的，对不对？那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一般我们认为是硬连接，也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好吧。
等一下，那 EDC 做个一年接做不了啊，因为目录不支持，我们后面会看到。你还可以再做个一年接，把谁呢？把 EDC 下的，其实不用管 EDC 不 EDC 了。有人问我说哪个是原文件？没有原文件，这里是吧？那这是拷贝吗？不是吧？只不过相当于在哪儿呢？在 USR 的目录的哪个地方？文件名保存在哪儿的？这个文件名保存在哪儿的？告诉我，保存在 ETC 的 block 里面的，对不对？这个文件名保存在哪儿的 ？USR 相当于在一个文件夹的 block 里面加了一个文件名，指向了一个相同的 ILO 的编号。那么同样道理，我们再来做一个，好吧 ？USR 下的 file1-H 链到哪儿去呢？跟下面吧，叫 file1-HH 吧，好吧。再来看三个文件，跟下的 file1-HH 三个文件，他们仨互为一连接，链接次数是三。那我们来删除你们曾经认为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原文件，现在没了吧？看一下是不是没了。然后来访问跟下的 file1-HH， 再访问 USR 下的 file1-H， 然后我们修改任何一个文件，修改任何一个文件，再看一下内容，它变了吧？它是不是？哦，刚才改的就是它，是吧？它肯定也变了，所以这里呢，互为一连接的话，我们看到的效果是相当于一个文件，可以相当于一个那个文件的内容啊，有多个路径去访问到它，是不是？一连接的这个思想就是有多个文件指向了同一个 iload， 看到吗？是不是有多个文件指向了同一个 iload 呀？他们都指向的是四。EDC 下有一个文件叫 file 一，指向的是 iload 时间四，然后 USR 下的有一个文件叫 file-H， 指向的也是四。那么我们说这个文件被连接几次？两次，看了吗？一连接是不是非常棒？各位看到了吗？有没有问题？好，当然你可以不用管原理，你可以只管做就行，你可以只了解一连接确实是呢。不像软连接那样说删到谁就会有影响，没有，也没有谁是谁的源，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大家都指向的是四这个 ILO 的编号，看到吗？当然，所以有限制吗？看到吗？一连接是有什么限制呢？你看，我现在刚才我们再看一下这几个文件啊，但有一个文件已经删掉了是吧？来，我再将跟下的 file1杠 HH 练到 home 下叫 file 一杠 HHH， 答案是不可以的，失败。为什么？他说无效的通那个 cross 是不是穿过这个设备？为什么是无效的呢？因为一连接其实就是相当于在一个目录下面新建了一个文件，指向了那个四这个 ILO 的号吧。那别的分区上是不是也有四啊？所以只有在同一个分区上才可以做一连接。第二呢，目录不能做一连接啊？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是同一个分区吗 ？Home 是一个分区，看到吗？我刚刚在 USR 下面 ，USR 属于根分区，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分区，不能做一连接，而且目录也不能做一连接，所以不能够跨越文件系统，也就是分区。第二，不支持目录做一连接，这就是两个注意事项，好吧？好，然后那软连接呢，就是很随意的了，随便做，好吧？软连接怎么做呢？看一下，我们演示一下啊。我们重新在根下面
在 EDC 下建一个 file 2.txt OK， 然后叫222这样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做软连接杠 S， 这个 S 就是符号的意思，对不对？可以看看帮助，我是这个 S 是不是符号连创建一个符号连接？嗯，现在我们来看看 LN 是 link 的意思 ，LINK 吧 ，link 吧，链接的意思，然后杠 S。将跟下的什么 ，EDC 下的 file 2变到 home 下面，这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分区了吧？如果我们不起名字，它会自动在这 home 下面呢有一个叫 file 2.txt 同名，看到吗？而且颜色上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颜色一定是一个连接的文件，是不是这样子？好。我怎么做的？这样做的，将原变成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将那个目标删掉，原删掉会有影响吗？这就是我们 Windows 的快捷方式啊！是不是将这个删掉，是不是就会原来是哪个文件？原来 EDCR 的 file two 这个文件吧。然后再看看上面那个文件，文件还在，但链接丢失，注意到了吗？肯定就防不了了，啊，这个就防不了了，坏了已经。home 下的 file 2.txt 删除就行了，明白？来，咱们再看一件事情啊，自己来看一件事情。下面属于原理解析，你可以理解一下，也可以呢，观摩一下就可以，好吧？请仔细看哦。在根下面 ，EDC 下面建一个，比方说什么呢 ？file 11111.txt 文件，再根下建一个 file 1.1的文件，两个文件好吧？然后分别给他们俩都做一个符号连接，连到 home 下去，名字不变好吗？那有是吧？那是不是有啊 ？home 下有那个文件，好删了，然后再做一次，再给那个111也做一个，就是跟他俩都做了个什么软连接。这个软连接我们再看这三个文件，原文件是 etcr 的 file 什么？file 一目标文件呢是 home 下的 file 什么 ？file 一这两个文件明显前面多了一个 l 是吧？链接是不是？权限听好了，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文件的权限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最终知道它要访问的哪个文件是原文件，所以链接文件的权限没有任何可参照性，好吧？就没有意义，它不代表什么，它不能代表你最终能不能访问那个文件，代表不了。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大家再看这两个文件啊，一个是 home 下的 file 1，一个是 home 下的 file 1。你注意看这两个文件的大小是有不同的，注意到了吗？我说了，这现在属于原理解析啊，是有点不同。这有什么区别呢？是文件内容不一样吗？都是空的，你数一下就知道了。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吗？十九是吧？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什么叫巧合？我说的原理解析怎么叫巧合呢？哪有那么多巧合啊？好了，来，我带你们认识一下这个原理就知道了啊。为什么是10和那个叫什么9？来看一下原文件是哪个？
这两个文件，一个是语言文件，目标文件吧。好，然后这边呢，我加一个杠 i， 我来把这个给大家画一下，就懂了。一个是 EDCR 的 file 一是吧？看我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看了吗？一个是 EDCR 的 file 一，这个左，各位，这个是左侧的，这个是 I load， 明白？右侧的这个大块的是什么 ？block， 明白？别的地方我就没有画了啊，我就画了这两块。一个是哪个地方的 file 一？是不是 EDC 里面的 file 一 ？EDC 里面的 file 一，比如说这是 EDC。这是 EDC 的这个 EDC 有它自己的这个 block 吗？有没有？有 block 吧 ？OK， 它的 block 里面有一个，它的 block 在哪儿呢？我们随手画一下啊。它的 block 假如说是这个块儿，好吧？它的 block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它的有文件名，没错，叫什么 ？file 一是哪个编号？好长啊，好长，六八，假装这个吧，好吧，六八，也就是说你访问 EDC 里面能找到一个叫 file 一的，是68375625，那在哪儿呢？那个文，这是文件名啊，那个六八在这儿，这六八，六八那个，这是六八那个文件，六八那个文件当然也有自己的什么，也有自己的 block。好，假如说这是他的 block， 能明白吗？能看懂吗？那我们通过访问 EDC 的什么地方？这是 EDC 的什么地方 ？block 拿到了一个 file 一的文件名和他的什么？是不是和他的那个 I load 的号？然后再访问68看有没有权限来读到是不是这个数据？好，现在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软连接？软连接叫什么名字啊？软连接是不是在 home 下面？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这儿又有一个，这儿吧， home 它有自己的什么？ home 它也有自己的，比方说 block， 假如这个位置好吗？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呢？这里面有一个文件名，也叫什么？也叫 file 一，当然可以，这个名字可以不一样是吧？它也叫 file 一，它的 I load 号多少？21562156，看到吗？现在这两个文件明显的 ID 号不一样吧 ？EDC 里面是那个多少 ？EDC 里面是不是那个68？然后 file 一是什么？21562156，这个只是文件名。那么21562156在哪儿呢？21562156假如是在这个位置，好，我还是假如啊。对不起啊，写不下去了啊，他画的当然画小了。好，这是21562156，能不能理解？21562156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什么？也有自己的 block。然后我们假如说找到的是这个块，有这里面记，这里是他 block 吧？他记的是什么东西？他记的就是这个路径，他记的就是这一串东西，就是，对，没错，就是 etc 下的。file 一没有了，就这么多。他记得就是 EDC file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吗？所以现在21这个文件，它为什么是十个字节？因为它记录的就是个路径，看到吗？它记录的就是一个路径，能听懂吗，各位？它只是记录了一个路径，这个路径有多长，它的文件就多大。换句话讲，软连接那个文件里面记录的是什么？记录了一个就是原文件的一个绝对路径，所以什么？那个路径有多长，软连接这个文件它就有多大，能不能听懂？好，但是这个我刚刚讲过属于原理解析啊，如果说你看不懂的话就算了。
啊，也不勉强你，你可以反复的看个两三遍。好，这是我们的叫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符号链接，是吧？明白？有两个文件，再说一遍，有两个文件，一个是 EDC 下的什么 ？File 一，但它的名字是保存在哪儿的 ？EDC 的 Block 里面的吧？它是不是有自己的 ILO 的号？是多少？68是不是这个位置？六八是不是这个位置？就是那个所谓的源文件吧？源文件是不是有自己的那个 block 区？同样，我们在 home 下又建了一个 file 一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什么？是一个软连接，它的文件名叫 file 一 ，ILO 的呢是2156，那么2156呢在这儿，2156这个在这个位置，这是它的 ILO 的，对吧？然后它的 block 里面记录的是它的 block 里面记录的是什么？是目标那个源文件的那个绝对路径，那个路径有多长它这个内容就有多大，所以不是巧合，明白吗？没有任何是巧合的东西，这是符号链接。好，这是录视频的，所以你可以反复看一下，好吧？其实我刚才呢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你们到时候回看的时候把这个图画一下，好吧？明白。我给大家刚才准备了另外一张图，是空的，那我来讲一下一年阶，好吧？明白。一年阶同样左侧是 ILO 的，右侧是 block， 明白吗？然后还是刚才一样，这是那个 EDC， 它有自己的，下面有一个文件，它的什么 block 当中有一个文件叫 file 一，对应的是888，可以吗？然后紧接着这个888就在这儿，888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这是888的 ILO 的，然后这是888的什么块，就这些，这是888的 block， 明白吗？他通过访问 file 一拿到888，最后访问到888的这个实际的数据，能看懂吗？紧接着还有一个文件在哪儿呢？不能在 home 下面了，因为这个是已经跨了这个分区了，是吧？我们假如是在根下的 usr 下面一个叫做阳的一个文件，明白？这个不能这么写，阳不在这儿， usr 下面有一个叫阳的文件，这个阳的文件呢它的 ILO 的也是888，看到吗？是不是？所以它的 block 也是88。最后无论是访问谁，访问上面的 EDC 里面的 file 一888，访问到的是哪儿？这个是不是这个位置啊？还是访问底下的什么阳888？访问的是不是也是这个位置？所以相当于什么？不同多个文件，它们的 ILO 的编号是一样的，这就叫一年阶。能听懂吗，各位？好，如果不明白就也不能说算了，就那个再看看，好吧？这多不好显得。删除是咋回事？我们删除就是把什么？所谓的删除就是把这个 EDC 的 block 里面这个文件给它干掉。所以需要对谁有权限？对 EDC 这个目录有写权限才能干掉它的 block。删掉以后是不是从 EDC 下面是不是就访问不了那个文件了？但是 USR 下的阳还能访问那个文件。假如没有这个一年级，我从 EDC 删的话，那不是这个文件的内容也不让我。如果说再把这个阳也删除，是吧？那么现在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文件其实就访问不了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路径可以访问，但是这个文件的原数据和它的实际数据都在，这要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工具才能帮你找回来，至少我们常规手段是没办法的。所谓的删文件并不是删文件本身，删文件既没有把它的 ILO 的删掉，也没有把它的什么 block 删掉，只是在目录里面把它的指向删掉了而已，就相当于把书前面的目录那几张给它什么
划掉了，但实际内容还在，能明白吗？空间大小，空间大小它是相当于什么意思？假如你现在，假如你啊，你在这个班，你不听话，然后不好好上课，你已经被开除了，但是现在不是没有来人吗？你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相当于我们已经说什么，已空出来了，但是你现在没有来人，你就坐这儿呗。来了人以后，就把你压掉了，你没有你这个位置了。所以空间只要把这个文件删除，空间其实已经释放了，但是其实际上数据还在，能懂吗？所谓的删除文件，刚刚大家讲了，它只是在目录当中把目录的这个文件名和那个 iload 的对应关系给删掉了，你没有办法来最后访问到这个文件而已，能听懂吗各位？这是不是叫一连接？那么同样，如果在根下面又有一个文件叫什么，在根下又有一个文件叫做 CC， 它的 iload 也是888，这是根的这个下面的一个文件 CC， 它是不是也指的 888？ 现在相当于这个文件有，如果没有算勾掉的话，有三个文件都指向了同一个 iload 的编号，那么这个文件链接数叫做3，只有硬连接才会有这个链接数，软连接不存在，软连接它只是在那个连接文件里面记录了一个路径而已，知道吗？既然是个路径，那可以不在同一个分区，只要是路径能够通过一个绝对路径，在不在同一个分区都没关系，对不对？而为什么硬连接不能够跨分区呢？你这边说的如果还有，这边还有一个文件系统是吧，它是不是也有它的 888， 是不是也有888这个编号？那么你要链到它这边来，是不是相当于它指向的是它自己的888这个编号，和你不是一回事，所以是不能跨文件系统的，明白吗？好，这就是原理， OK。好，自己反复把这看一下吧，好吧。